难过的那个部分，那的确是可以寄望将来有一个平台，那可以去做一个媒合的角色。那有人会投入，有人需要，哎，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，好，就是。然后呢，尤其是今天我们已经媒合非常多对了，哦，那个长头姐姐已经累到睡着了，长头姐姐最会影像处理，那我们安宁护理这个部分，事实上我们很喜欢，就是不要用直接的方式，我们就是来讲故事。每一个人生命最后的乐章，把它录下来。那不管对遗属，他将来处理他的悲伤，或者是其他会遇到同样状况的人，他可以去参考长头姐姐，我们王玉护长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现场也是我们的那个伊贝，伊贝来了，伊贝非常忙，他在对华光的那个运动也是非常的投入。那最近非常的神奇，因为来修缮的团队根本不尊重古迹，对，他就问我怎么办怎么办，太好了，就找古宅还有古家。他刚刚古馆长说他们两个，其实他们两个是因为分别认识我，最后两个变好朋友。那原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吉科，吉科非常会修缮古迹，而且对法令非常熟。哎，这个还没成立平台，我们 Facebook 已经有这个功能。好，那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几个例子啊，那非常谢谢。我跟你说，在媒体界，钟嘉老师真的是最资深了。对，哎，目前为止。OK， 那非常的谢谢钟嘉老师。谢谢各位。其实更感谢在座每一位泰国的支持人，给大家一个最大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钟嘉老师刚有讲，公民记者有一个敏感性，我们要对历史随时记录，所以今天这么伟大的一刻，将来如果这个品牌成立了，我们今天是前驱哦，是历史上的一刻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报，我们一起来前面拍个合照，好，恭喜恭喜，对，就是要来合照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然后那个手上刚刚有拿到卡片的，有写好情书的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自己交给钟嘉老师。好，那如果你喜那个笔哦，如果喜欢可以留起来。然后呢，如果那个卡片你喜欢，外面还有很多，随时。公益记者其实哦，我们彭老师嘞，彭老师刚终于讲真话，因为对彭老师他终于讲真话，就是参加大声公哈，有史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写过一篇报道的哈。你等一下那个卡片可以写一张感言，感谢老师，好不好？就是从一句话开始写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请到前面来。大家先合照完。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照片会告诉你，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哈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临时政府，临时政府上面去把你们的议题抛在那边，去做他们的成员，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有专长的人可以帮忙，对。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帅的在后面，然后觉得自己美丽的在前面。我想请问你，我想反问你一下，你知道那临时政府吗？不知道，大略知道，不是。那临时政府跟我们这个公民智库是什么样的？没关系啊，比较技术的而已啊，但我真的完全不大了解。我觉得他们也是这，他们就是一个公民智库。那请往前。他们不是公民记者，但是他们真的是公民，他们本身是做技术出来，他们站着网络直播啦，一些网络的设计等等，然后把一些资料放在那里。他们还可以做动画，他们可以做，他们但是他们那个就是技术面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技术面他只是除了那个以外，他们还有人文组，他们有很多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跟他们，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真的送给他们。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类似采访的东西。等一下 SD 卡。交出来。如果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，他们是有人可以去做的。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组织好像不是像讲那样，他是比较很自动自发做的。对，是。他不是说有一个组织那么严密。没有，他没有组织。来，我们以钟嘉老师为主哈，那就是选中国小姐来，中国先生来。那肩膀错过来，后面的请对这个头，好不好？来，阿本大哥往前来。